可能你不小心，像就是说 go to 啊，你一定要写在这个逻辑里面，是当它什么，就是如果没有填资料才 go to，可是如果说呢，假设你不小心写错地方了，写到哪里呢？写到这边来，它变成说它不是判断，它一定都会 go to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不管说你有没有输入，它一样，你取消一样。反正呢，它就是一定一直 go to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请特别注意哦，你怎么结束都结束不了，除非你这个时候就要变什么强制 Control Auto Delete，是不是哦？一定要强制，但请注意了，不用记得哦。如果你做错了，记得一个组合键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程式跳不开，或者你程式是无穷回圈的话，请记得按下 Ctrl，我刚刚讲 Ctrl 加 Break 这个很重要的组合键，它就会怎么样，让你的程式强制中断。Ctrl Break 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书上我记得好像没有哪一本书有写到这个东西，即便有写到哈，恐怕还写在很角落的地方。好，啊，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这个就是经验嘛，哈，一定要会，就是你用久了。啊，自然，不然的话你怎么办？你就跳离不开了，那你变你要强制关，你 C 又没有存档，程式也没存，那不就完蛋了？OK，侦错，啊，你就按下侦错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看，哎，程式写的位置不对，啊，把它搬到正确的，啊，让它再跑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，哦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再输入一下，哎，程式，不过哦，这个地方哦，可能要让它怎么查无资料，不能让它往下跑，不然的话呢，哈，我刚刚有加了一个查无资料。但这个地方理论上也不能让它新增，所以哈、哦，应该怎么去防止第三个？如果查无结果的话，哎，如果它应该是什么？当它查询完之后，然后去检查说它的，我这边是想到一个方法，因为其实好像没有在，如果你们有想到更，因为它里面没有办法让我知道说它查询到底有几笔。所以我这边的话，哈，我就是像刚刚这边有没有输入 AAA 好了，这个错的哈，然后我输入之后的话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哈，我就去检查这个地方的查询结果，到底 Ctrl 向下是不是104857的？不过一样会有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是针对 Excel 2003和以前的版本的话。那就也不会变6536了。不过再想想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，如果有的话哦，再告诉我一下。老师，我查到一个，什么？它是一个 sell 点 low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念英文啊，就是 sells.ROWS.COUNT，它就会去看它这一个页面，它哦的就，row 是，count 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哦。就看它往下拉到最底的跟。它追踪到最底的跟这一页它最底的数字是不是一样？如果是一样的，就哦代表它没有带出任何资料。，OK，所以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这个 low count 也可以，但是好像，我没有实际上去做看啊，也许可以。如果两个你说两个结果一样，那表示就是没有因为我现在的程式都是用这个写的。low count，OK，好啊。但如果这个方法啊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们先用这个方法哈试试看啊。当然，如果说这里面没有的话，那应该跟他讲说什么？查无有没有？没有资料，然后并且怎么样呢？把这边呢应该取消筛选。所以如果啊，假如这个里面呢，它最下面是104856，因为它总列数刚好104856哦。然后查无资料，OK，好，先跳一下，没有资料，然后做什么？取消筛选，把这个这一页里面的 auto filter 筛选取消掉。好，然后 is it sub？不过哈、哦，好像会多一个工作表，那应该怎么样？上面的filter 是不是这个新增的地方应该不能新增才对？还是说最后呢，还要再把那个什么，是不是说多把那个工作表删掉？是不是序次？如果多这个，会不会反而更麻烦？这个再想想看好了哈，也许这个地方，也许就怎么，在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哎，多一个啊？在第几个呢？我们应该是把那个
最后面这一个把它删除，所以最后面这一个的话呢，应该是，应该这个直接把那个什么 x 放进来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输入的那个名称它建立的就是这个，理论上这样我试试看啊，理论上再把这个删掉一下 ，OK 好，然后如果筛选如果 AAA 的话，好按确定，然后它会建立。不过里面的话应该是空的哈，把它检查没有，查无资料 ，OK， 那查无资料之后的话呢，取消筛选，然后并且怎么样呢？把这个 AAA 把它删掉 ，OK， 那就这个里面的话就 AAA 把它删掉，就最后这个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离开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，哦，不过这个当然呢是。其中一种的方法啦，好啊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，你刚刚讲 RawCon 的方式，两边有没有 match， 如果 match 的话，也许也是一种解法。然后我把新增工作表的这两条放在已知的判断里面，就是如果他没有资料，我就不新增了。哦，你是？如果他有资料，我就新增并且填过去。OK， 所以就是说啊，你说做罗，可是问题你还是要先筛选啊。但是我不去新增一个新，所以也许就把这两行这个新增的动作先放到下面去，就放到里面 ，OK， 也是个方法哦。所以这部分的话哈，请各位先这个部分试试看好了。那方法一，那方法其他的方法的话，一起再试试看好了。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